所以为善不欲人知人，搞清楚的人，他没有什么好炫耀。如此一来，四两拨千斤，对不对？修行嘛，讲那么多都是废话，没有做，天天纸上谈兵，将来都是一场空，没有用。你说，导师你不能这样讲，你有法门哦，说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他只告诉你，先做这个，够的时候先上保证班，是吧？上保证班以后再去修，到那再修你就说，哎，不是以前说不用吗？谁跟你说不用？该修的不会少，不会少的，是不是？尤其对于天地的真理，天上人间都要修啊，何况你是在人间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么一来，每样东西自有分数，不用太紧张。做好是本分，做不好，误了今生或来世，多可惜。哦，所以我在讲，为什么我今天一直讲这个，一直讲这个，一直讲这个，就是因为人间太缺少，太缺少，太缺乏，太匮乏，不管老的少的都搞不清楚状况，总认为他自己对，最后就是一场空，就是这样。对我们草马家人不能无知，无知无事都不可以，因为懂得原理才能够行对的事，走正的道。你说懂其一不懂其二，最后你走到哪里去你都搞不清楚。你说，哎，我很诚心，诚心怎么样？诚心代表你一定走对吗？没用了。来上共修是这样，导师不见得讲得很好听，但对你很有用，是不是？不相信？你觉得有用举手。来第一次的看清楚，是不是？好，手放下。好，导师就是没水准，是不是？要让第一次来的人看清楚，是不是？嗯，因为红尘是这样，你看不清楚，一眨眼一辈子了。盖棺论定前才发现这辈子走错了，谁能救你？没人能救。要来世不一定啊，来世有没有这样的盛况啊？不一定啊，能不能够让你有修行之路还不一定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咯，你能够被你朋友拉来，代表你还有善根吧，是不是？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山珍海味，粗茶淡饭稍微有一点，对不对？但粗茶淡饭，维他命比值比较高，吃下去比较营养，是这样。所以哦，超马的学员挺好，每一个人都是表象，正人君子的表象，是不是？发光发热的表象，天上人间的表象。所以你不要砸了招牌了，是不是？砸了天上的招牌，糟糕了。如此一来，才能够说沾到这个什么到位，大道的道，才有点到位，是不是？沾个边儿，是不是？连边儿都没沾到，修什么啊？白修了，白白来到今生，何以这个奢求来世啊？